各位观众朋友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讲《创世纪》这本古老经典的故事。咱过去两礼拜在讲到约瑟甲伊的兄弟中间见面互动的情形，今仔日咱要看是圣经节是伫《创世纪》四十四章。创世纪四十四章，创世纪是对四十二章到四十四章用三章的篇幅在讲一件代志，约瑟甲伊的兄弟见面的情形。啊，咱嘛会当发现啊，对过去两礼拜，咱拢在讲伊这兄弟去看见约瑟，认袂出约瑟。约瑟毋是真紧地显露家己的身份，伊是安尼一步一步安尼真有安排、有计划。要用什麼方法來跟他的兄弟見面？約瑟這樣做，可以表明約瑟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。原因在哪裡？他可以通過這種的做法來了解他的兄弟是不是有態度、有改變，還是親像過去常常做不好的事情，就要讓他常常這樣跟他的老爸提醒，說我們那些兄弟在做什麼壞事情，所以他們老爸雅各真傷腦筋，這些兄弟是對約瑟真不諒解，因為他都常去做報馬跟他的老爸說，他們那些兄弟在外面為非亂做。这是约瑟的一个可能的态度，伊要了解到底这兄哥伫将伊袂去做奴隶了后，到底后来安怎样伫家庭伫过生活，有搁在伫疼伊这个上细汉的兄弟，啊无有伫关心老爸死活无？这是约瑟一直想要了解，所以约瑟毋是真紧伫露馅，伊的身份，伊是一步一步一步安尼来。啊，因为伫即个一步一步的做，是一个智慧的计划啊，伊真有智慧来的计划，用什么方法甲伊的兄哥见面，真正会当显露伊的身份，互兄哥知的是，伊安尼是较有帮衬，这是约瑟的一个想法。啊，当这种的想法是真趣味，会互咱看开讲，哎呦，啊伊。伊就较紧甲伊个兄弟讲讲个就好，啊，就爱安尼搭作业害你个兄弟安尼惊甲要死去，确定搭关三日啊，确定物件买来买粮食个钱搭藏在米袋啊内底，互因揢倒转去，啊，都惊甲要死去。即马佫请因来食饭无担惊啊，芳水甲因洗脚，叫萝卜芳水洗脚，但款待做上宾，甲因做伙食饭，佮有政府官员做陪客。哦，啊，这到底是在创啥呢？惊到要死去，啊，佮亲自佮硬菜，哦，兄弟一人一份，便雅悯五分。这那咱哦，有来惊到屁屁喘吼，卖讲迄个时代就是咱卖惊嘞吼。讲好一个遮有地位的人，佮咱邀请，啊，佮这个人是咱来佮伊拜托佮要死去，伊会当控制着咱的性命生死，啊，佮再予伊好款待。咱袂感觉惊死，哎，若我嘛惊到要死去，所以我前礼拜有在讲以色列人有一句俗语，就是安尼发展出来。伊在讲，你若好款待，你会对得亲像杀一个什么，杀一个香炉火，吼，香炉的火，哎，火炭拢在倒讲，杀一路香炉火去，搭扛在伊的头壳。咱台湾的在讲，这头壳莫在烧，在真头壳疼。讲安奈拄到即个代志，安兄弟拄是一种的经验。
但这兄弟拢唔知影讲，这个约瑟就是埃及的宰相，这个宰相就是因台卖掉过去二十几年前甲因卖掉迄个约瑟，因拢无法度认嘛。但约瑟开始请人食饱了，啊，要互因转去哦。啊，即马西面嘛，带出来甲因见面啊，所以西面嘛，对亚条的中间台放出来。啊，即马放出来，搁再来呢，即马要找肯因转去。哦，你拢好啊，食饱啊，粮食拢宽宽的，好转去。啊，转去的时候，雕工叫伊的萝卜，钱阮阿达藏落，啊，唔当钱藏落哦，迄个银杯。要食得啉酒，迄个杯啊，迄银雕刻落做，做甲足水个杯啊，即个银杯，先煞搭藏在因个袋仔里，啊就互因出去，哦，因就安出去。我想因一逝路吼，拢惊到要死去，甚至若是有第一遍个经验，因应该会伫半路偷拍杯啊，去迄个袋仔起来看看内底，毋知有搁带因细钱伫因呾无？但是拄拄因惊到半路。埃及的兵就入来啊！吼，这埃及的兵入来，头一人就讲啥？讲啊，恁无意思呢！阮主人遐好款待恁，恁竟然搁做贼，偷摕阮主人的银杯！哦，因一个听，迄差不多心脏拢定去，啊人嘛差不多拢乌黄去，是安怎？那世间哪有可能发生这个代志？伊遐好款待阮，阮要甲伊感谢的。袂赴啊！哪有可能过去做贼偷客？王宫宫廷宰相在啉酒的杯啊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埃及的队兵、埃及的官员讲，恁哪会当做这个这无道德的代志？因就伫遐齐声讲，无你落所在，若查有着，看对一个人体，迄个人掠去太好死。安尼就是因这兄弟足自信，因为。阮都无替恁来话，阮有替，阮也是无替，啊无安尼嘛，互你去查，看伫什么人的底下人发现着有这个物件，你就掠去太好死。诶，因在讲这句话，都都是过去新人在讲雅各在讲的话。雅各对伊的老，对伊的丈人列班的厝偷走出来时，对啊偷走出来，伊所听的某列杰，伫。雅各唔知下面，伊偷偷啊走去将老爸列班的身上，我有讲过，迄就是因的护身符，也是讲家厝内保护神，遐个神明，呾偷摕来，啊，呾对雅各走出来。雅各唔知列班偷摕丈人的身上，吼，雅各是唔知啊。啊，这个雅各唔知啊，就发生一件代志。当列班入来时阵，列班的理由是讲。啊！恁要走嘛，不要紧啊！得同我讲一声啊，就是不爱讲嘛，不要紧啊！走来遮，啊！恁得要走来，得走来，想到我厝人的心伤，现在同阮偷偷去，你敢袂感觉真无意思？雅各讲啥？啊！我若有偷摕你落物件，看啥人摕到你落物件，你落去查查啦，有搭太好死。哦，伊哪会知影讲伊的某立即的去偷摕老爸的心伤，伊唔知，所以即句话。哪个讲过的话，即马换囡仔在讲，哦，这历史哦真趣味啊，所以即传道书的读者伫第一章在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，咱常常捌听过讲，日光的下面哦，无什么，无迄个新的代志哦，前所做的代志，以前过去发生的代志，伫今仔日的时代嘛继续发生，啊，这就是。趣味的所在，咱的生命的过程的中间，咱常常去发现到过去捌做过的代志，今仔日的人继续在重犯这种的代志。啊，咱看雅各的囝甲埃及的对兵讲什么？讲，阮绝对袂做这个代志，无你来查查啦，有看是伫什么人的底下人，迄个人该死。啊，但是这兵啊，因拢受旨意的，啊，其实这就是约瑟。约瑟要敢要敢创治啊，所以约瑟藏物件啊，讲因偷摕物件。那咱今仔个现代语言啊，国语讲做栽赃啦吼，栽赃。我唔知台湾话这个栽赃要安怎讲，不，伊咧讲做栽赃哦。啊，这个栽赃就是讲，我将物件带你藏伫遮，啊，讲你偷摕，哦，藏伫你的底下哩，啊，才讲你偷摕。啊，当。当因这兄弟在讲，心人偷摕，心人该死的时，因这兵讲，
无，阮得要看看吼。啊，甚至因讲哦，啊，阮村的人吼，唔但是该死哦，阮村的拢对伊去做恁的奴隶，吼，阮陪伊啦，陪伊做奴隶。安尼就是这个兄弟，大家足清楚，因拢无去动着宰相的酒杯。但是这兵正清楚讲，无，阮得干那要看新人淘汰，啊，新人得爱留落来，吼，要得掠转来审判安尼，啊。有些是雕工唱杯啊，伫新人的身躯顶唱杯啊，伫边仔面的地下来，因为因知影因只兄弟是毋是真正像因所在讲，边仔面对因老爸真重要，按真保护边仔面，所以这个杯啊，毋是藏伫别人的身躯顶，是藏伫对边仔面的娘地的内面。结果因瑞超打死啦，真正煞伫便雅悯的粮食地内面去找到宰相的酒杯。这个兵特别强调一人，讲宰相的酒杯吼，唔是干在饮酒呢。宰相的酒杯是啥物？是一个在卜卦用的器具。哦，这得心识咯。你看，有时间真正用酒杯在卜卦。咱唔知道，啊，是安怎有这个八卦？咱知影伫古早的民族，诶，这个宗教信仰，古早的宗教信仰，拢有啥物？有八卦的行为。咱来看台湾民间宗教真流行的就是啥？卜杯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卜杯就是因咧讲讲做八卦，啊，用酒杯的八卦，这是安怎八卦呢？安尼就是讲伫酒杯内面啊，藏酒哦，藏酒。啊，伫这个酒的内面，因即马呾。静静啊，酒拢真静的是啊，即马摕一个钱，哦，摕一个银角啊，咱咧讲银角啊钱，啊，搭蛋类啥物蛋类，即个酒杯的内面，啊，即、這个酒杯你啊蛋类酒杯的迄落内底酒的起叮当，啊，你得看啥物，看迄个叮当的魂是安怎在走，咱得安尼讲吼，因是看迄个魂在走，啊，在内底了解命运的代志。咱会当安尼讲啦，吼，讲六合啊，啊，大家乐伫台湾在流行，有无？啊，咱有真侪台湾人哦，吼，安尼小跋筊、小家多招神明做伴，有无？啊，得走去迄个庙里啊，吼，啊，得多点香拜啊，啊，求神明赐什么？赐名牌啦，啊，就是看香哦，烧，啊，烧到香屎落落来，啊，大家才趴在涂骹看，看香屎落落来，迄、那个形生做啥物形，啊，大家要数字，看是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空，吼，安尼是在要数字，迄叫做跋杯看名牌啦，求神明赐名牌，哇，这台湾人哦。台湾人全世界都啊，干台湾人会晓做这个代志，讲跋筊招神明做伴啦。哦，啊，若跋输筊，佮甲神明修理呢？若毋是剁脚剁手，佮会踹头，啊，鞋得当放火烧，啊，到落尾都做粪扫弹掉。所以你若看有足侪所在发生这个代志，哦，台北真出名的，迄个福德溪啊，福德溪粪扫场。在1993年，捌捡300几仙的神明，拢是啥物？拢是予台湾人欺负过。啊，你啊看今仔台北桥骹吼，嘛有一间细间庙啊，迄是啥物？迄是最近吼，台北市政府在发啥物？发迄落台北市银行在发迄落啥物货？哦，讲财政部在发迄落乐透彩券啦。啊，这个乐透彩券到落尾就是啥物？就是有真侪人可以招神明做伴去求明白啊！这台湾人哦，实在是烧钱烧到招神明做伙跋筊得着。啊，你啊看古早时代，因用迄个酒杯来得看分者吼，看迄酒的波动的分者来得解说神明的旨意啦。啊，是毋是约瑟有在做这个代志？圣经确实无写，毋过这个兵啊是安尼转达这个话，哦，在转达这个话。安尼换一句话讲，这个酒杯伊在强调，这个酒杯毋是真单纯，讲在饮酒咯，用这个酒杯，还佫有另外一个意义是甚物？宗教神明，哦，宗教神明，这个宗教信仰。一个器具，啊，这对古早人来讲哦，无这个器具，等于对神明真不敬，啊，神明袂启示，
伊个意义，安尼对约瑟来讲，这是重要无比。所以后来咱通知影，伊是敢伫强调这个酒杯的重要性，所以伫讲这个兄弟偷得酒杯是唔对。啊，咱在摩西的法律的内底真清楚禁止这個，因为加兰地人真流行迄个卜卦，卜杯卜卦占卜。真流行这种的民俗，伫因的生活的内面，这种宗教信仰的行为，伫因的民俗的内面，所以摩西律法就真清楚，禁止绝对袂使去有这种的行为啊！入去伫迦南地袂使有这个行为，咱来看《申命记》十八章的十一节，就真清楚有写这个摩西律法内底禁令，但是。因这兄弟唔知影讲这是约瑟所做嘅工课，啊，雕工啊，扛住伫边阿面，啊，因原来是甲这埃及嘅官员讲，你若伫新人嘅地啊，找到迄个人该死，阮规个拢拼，对伊为着安尼愿意受连累。因在讲这个愿意受连累，会当去做奴隶，原来用伊干那一项，就是要表明因真正是无饕餮，是作诚实，下一个来买粮食。会雅各会种族的人，但埃及的官员抓便雅悯，这兄弟敢回去无？唔敢，因唔敢回去，因为因这回要带便雅悯出来买粮食的时，老爸就已经准备要死啊！老爸讲啥？讲该人我呐应该失落囝，我得好失落吧？安尼这是另外一个意思，讲啥？啊，我若应该长子孙，我就好长子孙吧。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这个子儿大家知啊，犹大嘛知啊。所以犹大当时硬用保证，就是讲伊一世人要带这个罪坑，伫伊的性命内面，老爸雅各才分带出来。所以，因就对便雅悯甲这官员倒转去到伫埃及约瑟。的所在，但圣经的度假就搁在描写一人讲，因倒转去看到约瑟哦，头一个动作就啥，搁在啪啪落拜伫涂骹，哎呀，约瑟大人，因咧讲的就是讲宰相大人啊，冤枉哦，冤枉哦，啊，按开始新人出面讲的犹大，啊，我有甲咱讲过，犹大开始伫这个所在伫扮演啥物，扮演迄个宗族。大件的角色，这种的继承宗族领导阶层的角色，在犹大身躯顶就开始出现出来。所以犹大代表这些兄弟讲话，伊的讲话中间，伊就是安尼的讲。伊讲，阮无法度通好人嘛，吼、哦。伊敢若兼讲一项，阮着真正无做，啊，着有够冤枉，哪会发生这代志？伊毋是安尼讲，是安怎？因为物件确实伫便雅悯的地下人摕着，啊，便雅悯伊要安怎去辩驳？差不多无法度辩驳。伊敢若会当点点，亲像一只羊羔要受刣同款，伊会当出什么声？无可能。所以犹大出面毋是伫讲，阮无做这代志。伊讲啊，阮实在见笑做这个代志，阮拢应该受刑罚，啊，阮愿意拢背落来做奴隶。不过伊继续伫甲约瑟讲啥物？伊讲阮即边要带这个便雅悯出来的时阵，阮老爸非常唔甘，吼，阮老爸唔甘，甚至会用伊的性命买来博这个代志。所以我这边若是无将我的小弟带倒转去，便雅悯无带倒转去，我当时是甲我的老爸讲一定会，伊要负担这个责任。伊嘛互便雅悯，伊嘛互约瑟知影便雅悯对伊的老爸的重要性哦，啊伊嘛互伊的老爸，互约瑟知影当时约瑟死的时阵。咱通知雅各是安怎，讲无爱承受安慰，无论什么人去甲伊安慰拢唔听，是安怎哀伤嘛？哦，所以伊这边甲伊
甲约瑟讲的讲什么？讲阮的老爸，那是因为便雅悯袂当倒转去，伊会活活哀伤到死。哦，伊无想到即句话会去让雅各受到真大的感动，啊，特别是让约瑟受到真大的感动，啊，特别是犹大，犹大佫进一步甲约瑟讲什么？伊讲，请你让我这个小弟倒转去，我留落来，我来代替我的小弟一世人伫你家做奴隶。哦，这真趣味。安尼会当看出什么？看出犹大真情的露馅。哦，犹大唔是讲讲的说，这那是无好势哦，沟通协调无好势。埃及的宰相约瑟敢那落一个命令，这十一个兄弟会死，拢会当死去，会当甲因处死刑，因为安那因偷摕宰相上贵重的物件，会当剥挂的酒杯咧。所以这个是真严肃的问题，因为安尼犹大在讲，一定爱护我这个小弟倒转去，因为我的老爸讲，那这个小弟看袂到，伊就要死咧。前回敢若因为另外迄个小弟死去，迄个小弟死去，伊也毋知影讲是因敢买去，人要活的，吼，因拢是当作是已经死去。老爸为着安尼哀伤一段真长的时间。今仔日，那这个小弟，这是拢甲前回迄个死去的小弟是共爸共母的，这个上细汉，阁是我的老爸上疼惜的是便雅悯这个小弟，那是无娶倒转去，我的老爸绝对会哀伤到死。啊，当咱看见这是什么？这是犹大的解说。啊，犹大讲，但我老了啦，我愿意一世人做奴隶。哦，这真心实吼，这嘛嘟嘟的讲起一项。犹太人的传统，大囝爱为着宗族的人来献性命，所以这个大囝献性命，这拄啊真做一个什么？真做一个宗族的传统流行，就是这个背景的说明。所以犹太在讲，用我来代替我的小弟。约瑟一个听到这样，哦，所以呢，人激动甲挡袂住，吼，强要大声吼，佮惊伊个甚物，惊伫即个官府个内面，要伊个侍卫官，即个副官伫身躯边，啊，看到真歹看，所以伊就将遐个副官拢找遣好走。犹大伫甲约瑟讲遮个时阵哦，有讲一句真要紧个话。伊讲，我即马知影，上帝将阮的罪拢家显明出来。伊是安怎伫讲一句话，是真深切。因为因虽然未约瑟，却是因一世人的日心内艰苦。咱就会当发现一项，去出卖人的人，去害死人的人，心内毋是看活。咱今仔日若讲，因为做害陷害别人来图谋家己的利益，吼，为着家己的利益来陷害别人，你就是得到遐个利益，一世人迄个受陷害的人，迄个阴影、迄个残酷的镜头，会伫人的良心的内底常常在呼救。所以犹大讲什么？伊讲上帝将阮所做的歹拢给显出来，都是伫这个背景。但约瑟听到这个话，知影讲因这兄弟心内真忏悔，所以真激动的下面叫伊这侍卫官、副官，大家人拢离开，多留伊一个人，甲这兄弟做伙，伊就大声哀哭出来。这个哀哭是一个真感动，嘛是一个对伫内心显现的感情。伊伫这个时阵就予伊只兄弟知，讲伊就是因所未来做奴隶的约瑟。哦，只兄弟一个听，话要惊死，讲连听嘛无法度通听，哦，无法度通听。是安怎？因了解是已经死去，奈今仔日约瑟是活活徛伫因的面前，毋但是活活徛伫因的面前，阁是啥物？
就是做埃及的宰相，所以洪家兄弟都惊到，啊嘞，哦，脚手皮皮喘，喘什么？啊，哪有这个代志？不过约瑟表现出迄个上高贵的所在伫倒，就是伊的宽容，就是伊的下面。所以伊甲遮个兄弟讲，啊，甲遮个兄弟讲什么？伊讲，这毋是恁。做唔对，是上帝通过恁所做的唔对，要安排我伫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大圣来等恁，因为这是甲什么有关系？甲机缘有关系。我这得真心实啦哈！你啊看，约瑟伊唔是谴责伊只个兄弟，伊咧讲是讲上帝有特别的旨意。啊，咱会当对这来看出一项。予约瑟受感动的是什么？犹大真正的感情，犹大这种真正的热情，这种真正的承认，唔对，讲上帝献出因的罪过，然后讲伊愿意为着小弟所做唔对来做奴隶，来牺牲家己做奴隶，然后。伊在讲老爸会为着这个小弟袂当回去哀伤到死，所以做一个兄哥的人有责任来保护这件的代志的事，好心人真受感动，好约瑟真受感动。约瑟的感动是因为犹大真正的流露，列位兄弟姊妹真正的感情，真正对人内心出来的这种的。人甲人中间的这个感情，这才是感动人生命一个真要紧的要素。咱真可惜的，就是台湾的社会真欠缺这种真情的流露，欺骗的风气真盛行。啊，这个真情若欠缺，社会就较少有这个结连力，也是讲互相相接纳的气力就减少真多。真多谢你把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持的节目，愿上帝赐我们祝福，甲你三甲之地平安再会。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上。